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澳洲野川 Greg。那今天呢，墨尔本新增病例有5万，然后跟我没关系，因为我到了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丛林里边进行山地车运动。Hi，this is Vincent。Hi。OK，那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叫 Warburton。它是一条在维州算是比较好的一条山地车的线路，据说是可以媲美。塔州的德柏，然后现在我们已经骑了3公里，到达了山顶。待会儿呢，我们将沿着这条路下山。哇，好累啊！好久没有骑这么久的车了。Have a rest，然后继续出发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开吗？Rock。Rock。Hi, how's it going? Good. Good.好，那现在呢已经下山了，这条路还不错，全程呢4.2公里，然后爬升有285米，全程就还算可以，是条黑道。然后Warburton 呢据说是投了$11 million的钱进来建造这样一个山地车的 program。
但目前来说呢，只有一条道可以骑，所以花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把它骑完了。OK， 那接下去呢就要去另外一个山头，叫 Broxton。Let's go。好，那现在呢来到另外一个山地车公园，这个山地车公园叫 Broxton。Broxton Mountain Bike Park。然后这边的线路明显比刚才那边多多了。好，现在稍微休息一下，等我的 mate 过来，然后我们一起上山。一会儿见。Go。What's this? You can ride it, it's a big jog. It's not hard.
刚好我们要走的是这条叫 Skinny 的这条黑道，它会变得非常窄。OK, let's have a try. Ready? Let's go. Skinny. Coming.Yeah, I think it is right. Okay. Yeah, me too. A little bit off. Yeah.Easy peasy. 看我发现了什么，好远呀！它是毛毛虫每年的蛋白质来源。